位小伙子、小姑娘，准备欣赏精彩的对决了。速战速决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快开打喽！十秒。怎么弄？选择天赋。很快，祭坛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祭坛。终于出现了，各位英雄，占领祭坛，动作快！怎么弄？准备开火！守墓者，你的末日到了，你再回去锻炼锻炼吧。我会消灭日压王。这只是一场小胜利。No！ 就是这样。好，选择天赋。哈哈。
么落了。新的祭坛，新的战斗。就绪了，在绿牙王的爪牙赶到之前，占领祭坛，开火，消灭绿牙王。违抗绿牙王的人，都要受尽折磨。就会是我们的了。祭坛又出现了，快占领他们，英雄！鸭王大怒的力量有多厉害？一点小伤，口水吐一吐就好了。怎么漏？自由开火！就康复了。哈哈，就是这样。英雄，祭坛再次出现了。王的魔爪燃指祭坛，绿鸦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。我们的塔会击溃绿鸦王。啊，真可笑的队友。
杀得漂亮，双杀。这是我的地盘，听见了吗？可通往战场中心，好好利用它吧。哦，我的英雄也会获得这份大礼。杀了这个蠢蛋！占领祭坛的人就能使用专心不利。很好，英雄，启动它吧。选择天赋，我会消灭月牙王。做得很好啊，我们的塔会击溃掠鸦王。准备，祭坛从迷雾中升起了。MVP